把速度给带起来，他把这边高国豪再把球给抄掉，精彩的防守啊！陈柏宇转换快攻，直接把三分球，一个超截加上一个三分，工程师重新回到这场比赛，比数加上去之后是56-48。哇，这就是国豪的一个球队的价值啊！他就是能够用防守来去帮助到球队，而且不是只有防守完之后自己要得分啊，他防守完之后还能够帮助队友得分，这才是最重要的。哇，两次成功的防守等于为球队就拿下了5分。嗯，所以这也是两边的一个对位，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在第一节第二节梦想家也尝试的在希望能够在前场就做到一个控位上面的压迫，但是呢都是以犯规做收场，但是梦想在工程师这边呢在第一线呢做到压迫，但是都能够成功做到超截。